加速器嘛，哎、欸，哦，借来的、哦，对，什么东西？借什么？没有，没事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。啊？哈？哈？然后就开始想说，我们当时然后分开住怎么样子？感觉住隔壁比较快。可是什么东啊，西？可是有时候住隔壁建筑又会影响到其他人啊，拆了它。拆了，毁了它。什么东西会很麻烦啊？你在讲什么？就听起来不好爽。如果你盖房子的时候盖太近，会影响到啊。哦。嗯，对啊。就例如我现在用这个殖民地范围很广啊，那都住太近的话就很麻烦。你觉得加速器、生产加速器可以3层以上吗？什么加速他器啊？家楼下不就很多层吗？你的农田不是下面都有放加速器，绿哦，你绿的那说个，那个啊，哦？对啊，怎样？它可以放3层以上吗？会更快吗？你放越多越快啊！就是它垂直往下的越多越快。对啊，你没看到我下面原本是一大条的那个，但是我发现它放太多的话，会影响周围的那个啊，会影响周围的资源，哎，电资源，伺服器的资源会吃比较多，所以我就把它拆掉了。不然我下面那个刚刚繁星看的那一整条长柱子啊，本来是全部放满加速器的。哎，我这里有3000多个加速器，就是本来是放在那底下的，后来我全拆掉啦，不然它太吃资源了。那我放4层应该还好吧？4层还好啦，还好。我当时那是一整根的，从看一下从这里是多高啊，63的高度，一直往下放，放到基岩层。现在是放，我是放到这么宽啊，所以满很嘞，吃资源。要去哦。哇，做仓库啊，做仓库好啊，枪仓库，仓库这个，仓库需要一个箱子，好，仓库。那个虚空漏斗给我，透过方块吸吗？哪一个虚空漏行不行斗？就是你用的那个。哦，我用的这个可以。就是直接消失，原地消失，不会说那个吸过去那个吗？应该可以吧？虽然没有隔墙了，但是它在这范围里面都是直接消失。你是要隔中间隔一个墙啊、我想说就放地下，地下就由地下去吸。哦？哦，你可以试看好看，关键。你可以在这里，我在我这边丢一个东西，试看它会不会吸上去啊？真的是越来越那个啊，我知道怎么试了，知道怎么试了，这样子，这样才会行。哦，可以，它可以隔障碍物吸走。好。哎，你的城市正在繁荣，好，哦，这盖好了，我要去看没雨有？到底在搞什么好了，我好奇哦。玩世纪帝国对啊，我在看《世纪帝国》啊，哎呀，哎，没错。这里要打算盖民房区的天上话，盖火焰，各色火仓焰，库放有在好这像有边看好到，了。你说这个吧，仓空库间放在碎这边片，的话，这个啊，请赤建一个焰餐之馆，源。请建个餐馆给你吃东西。你好，我有面包，你先吃面包，我还没盖餐馆。哦，你怎么饿成这样啊？你怎么饿成这样啊？仓库盖在这边好了。哎，我的建筑棒棒呢？我的建筑脑棒棒！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跑过啊！哎，我来你家干嘛？哦，仓库。哦，仓库是这样子储哦。物箱。世界哦，仓库这么大哦！这样这样，为什么都不能跟他们讲话好，因为你没有权限，爸，啊？哈哈，只有我有，没有了。你 ID 贴近点音乐，交给你就可以。等一下，我先盖东西，等我一下。对啊，所以我要讲做大话可以，包厢。讲话可以干嘛？
你就可以知道他现在想要什么、啊，他想要什么可以给他什么。晚安，先睡了，蓝屏。走了，睡觉，晚安。晚安。嘿嘿，中心在哪里啊？先拿着刀看着他。一手 ，OK， 好。噔噔噔噔，等一下我丢全息给你。啊，这个。T-U-A-N 底线，嗯 ，Kill T-U-A， 嗯，好了，我要先关了，我开始有点晕晕的，你是玩到晕了是不是？可能真的是感冒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他应该有权限了，有了，刚吞了两个感冒药的关系，哦，有可能，嗯，也差不多了啦，时间，其实对啊，差不多了，三个小时。嗯，剩大概我再要再五分钟再关，嗯，再五分钟，就行了，就我看一下，锵锵的，我还有七分钟，七分钟五分钟，我大概40分的时候关吧，嗯嗯，奥数灯哦，对他这里是不是要我种一片田给他，还是他自己会去种啊？大家晚安啦、啊！晚安，晚安，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啊，得得得！今天这个开台，让我之后后续要拍片要怎么拍，我帮助很大。哎呦喂！哇，这个字幕啊，算了，字幕不要了。真的是回想起很多东西。嗯，这个神木哦，还是我盖神木后面啊，盖神木后面好了。听到下班时间了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快下班了。眼另一种，好，我再看。嗯嗯嗯。嗯。奥数灯。要我奥数灯。嗯。仓库放这边。这样。哈，我要弄一大堆铁板呢，真麻烦。我家那个很快啊。还要琥珀快，所以我要采一堆琥珀回家。哦，琥珀这里也有一堆、啊。那我最后来去。哈基加弄一下琥珀块 ，OK 好，然后这个这样睡觉晚安， okay, 晚安。哇，会用这个建筑棒好用多了，不然我之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会盖出什么样子。有，真的是消失的扳手又回来了。昨天你知道昨天 NONO 之乱搞到我这边有一个管理员扳手不见了。哇，超惨，超可怕！哇，究竟是做了什么事情被拔扳手呢？对啊，最离奇是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动，然后他自己就不见，超恐怖了，太可怕了！哪里有琥珀？嗯，啊，没有魔力啊，嗯，没魔了。哦，看到了。跟哈基先拿一些琥珀、欸、还有魔啊，为什么那边没有消掉，这里为什么没消掉、嗯、琥珀派不是这样做哦，好像、哦、还没整理到那边、哦、好了，整地神器哦，真的是一下子就整好了，打铁板咯，哇、哦、有够快，真的是超快，有够快，哈基有够快，哈基超快。那你再借一些铁锭，左上角有。你在偷吃什么？巧克力。哦，你是说那个蓝莓的那个？感冒还吃巧克力？嗯、啊！我要被炸了。
嘣，啊，对哦，这个灯不能在这做，我忘记了。等一下他借我再给你灯，我先走了。啊，灯，我要做我的工作台才做出来的灯。哎呀，灯可以当装饰品。感冒不能吃巧克力，因为太甜了，是这样吗？Blam, blam. 我只有听说过感冒最好不要吃炸的，我只有就是炸的、辣的、甜的都不行，太对身体太多负担的都不行。那个不管有没有感冒都是这样吧，都是不行。有理有理，讲的有理，就是有理了。有理有理，有理有理啊！什么鬼哦？害羞了。哎，为什么做不出来？不要害羞。哎，是那个还是哦？没有啊。对啊，没有啊。为什么我的灯没办法一口气做出来？你的灯，怎么了？把我的箱子打包起来了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把它打包起来了？哦，空气不足，好麻烦哦！天哪，还要等哦！你的空气不够哦，空气的魔力不足，还要等它补充。等人家嘛，你这么心急，有够麻烦。好了，我先送礼物，先送礼物。送啥礼物？有人在我家外面，有谁啊？嗯嗯，为什么我刚？哇塞！我打包了那个箱子的东西，结果箱子里的生怪龙那些全都不见了、欸。啊哈记嘞，我给你礼物，你怎么不在？是他死回来了，吃掉了。刚去我家啊、哦？对啊。哦。打包起来的树里面的树枝的东西都会不见了、哦。就是我说的那个很烂的箱子。很烂的箱子。嗯，看一下，不会自动堆叠那个箱子。嗯哼，啊，刚不小心打包到它，里面的好看的灯送你、啊，里面的东西全没了。对啊，哇，对，生怪龙哎、欸，去下一户人家。哇，那个箱子真的是好可怕哦。种银树、啊，好、哦，之后来种。繁星嘞？繁星不在你自己家、啊？在我家。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繁星看得到我、啊嗯、繁星常常隐形啊。我要送你东西，那我放这里好了。耶、yeah ，这好丑、哦，那米就很漂亮。丑，啊、被选啊！而且它是有魔力的，好吗？去下一户人家啊！你错了，这是哪里？它有魔力啊！哎、欸，我为什么摔到地？吓、死我！等一下，那等一下，那等一下。哇，所以那我刚刚做的一大堆东西。没嘞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里是哪里啊？为什么我来到一个奇怪的发电厂？会不会显示 bug？ 没有，这个奇怪的发电厂很烂，就一堆水力发电厂啊。哦，那是世界中心啊？为什么世界中心变这样、啊？看地底吧，因为我们要弄那个 GP 发电啊，它那个世界重生点一定 loading 得到啊，它是永久发的。哦，我们就在那边发电，然后它会自动点亮16格。好，常常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这一个，这个村民在干嘛啊？他把自己困在一个两格高的地方，然后自己跳不起来。好可爱啊、哦！你到底在干嘛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你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羊会发光啊？没蒙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啊，嗨，允月，啊，这个送你，我走了。奥数灯。奥数灯它会自动点亮16格，哎咻！自动点亮什么意思？就是16格的范围内，就是它亮度就都是最亮吧，我没记错的话。哦，反正就是它会保证你那区全部都不会生怪。哦，可是16格哦，16格哦，这我要放哪？垃圾桶。好啊，
都这样啊，没有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不要卡住了，不要这样嘛，我刚刚损失了很多生怪龙啊，哼，我已经坐楼梯捡你了，自己起来啊、哦，嗯。我觉得之后这里面塔应该又会改形状，在上面种银树好了。仓库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去捞那个。我那个深怪龙板想要放点混，三亩橡木。等一下，先看一下。主宰，老板，嘿，是。看赖吗？每次都喜欢在开台的时候偷偷赖我。等一下，这个不要。算了啊，差不多就这样了吧。耶、yeah, ，今天开到这里啦、嗯。今天做了好多东西，复习好多东西。这个吗？说不错不错。棺材棺材。你有看过你那时候会员原版的 MV 吗 ？MV 它有 MV 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个怎么这么贵啊？我看看，等一下，让我看看，快好了，我再看一下。我还真的没看过那个 MV。都好，这个，哦，难怪这个比较贵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样，然后上，不对，上一个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请问我们是哪里人？台湾人。人。那如果，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看起来也不错，哦，这个看起来，哇。哦，这个比较适合，这个比较适合。哇啊哈！哇，在挑什么东西？不是有啊，我在挑房子。哎、欸，我要挑房子。挑房子。对啊，适合啊。等一下，这样子的话，啊、如果我这一箱不见的话，我才会哭。还好只是就这一箱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因为这一箱也很贵。后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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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退。哦，这栋很棒很棒，这看起来就不像仓库，这看起来像什么高级的地方？嗯，中世纪，对啊，这看起来很高级耶。虽然跟平常的我们旁边几栋比起来差蛮多的啦。这是仓库，你信？你敢信？这是仓库？好啦，就这一栋啊，我决定就这一栋啊，然后要避开这棵树木。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好，旅馆，对啊，看起来像旅馆，不是仓库了。好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，就你了。OK， 好，来，多放置一些农田给他工作。好哦，你自己不会种，还要我种？好，你很好，你很好，来。那我需不需要帮他准备锄头那一些啊？锄头，三，呀，好，调位置时间，放进去。感觉这一块吧，把这一块掏空。好，那就给你好了，这样总行了吧？都是台湾人吗？目前你听到声音的都是台湾人啊。嗯，我在想这个以后升级能不能换啊？升级哦，可以改造哦。可是改造我就看不到里面长什么样子啦。
我四下挖好，反正快关台了。好吧，我也差不多了。反正十四倒是没差，直接关嘛。我差不多了，好啦，休息啦。好吧，我要休息。啊，我明天看到应该就是这箱子全部都变了吧？不然这箱子 bug 太多了。千万不要做这箱子，好恐怖。哦，他们关台了，他们去结尾了。好啦，因为这三个礼拜都是 GWT， 所以我的影片量可能就是每天一部，可能会变成两天一部了吧。我很多东西都还在用。欸，我现在每次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剪片。剪好影片发现又快开台了，因为我现在是睡到，我昨天已经很早睡了，我昨天大概一点前就睡了，然后今天睡到下午三点，然后三点起来就开始剪影片，就是今天刚出的影片，就是今天下午剪的，然后剪好之后吃个饭又要开台，然后等一下可能就去用商品的东西吧。我现在我的货还没到啦，如果明天货到的话又要开始点货，点完货之后又没什么时间，对吧？可能就是比较没有空，点了。好啦，还有没有吓死我？好啦，感谢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订阅，不是这样啊！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哦对，忘记了，忘记要讲什么。好啦，今天新订阅将新。加入今天新订阅跟加入会员的，记得截图片到粉专私讯我。好啦，拜拜，拜喽拜喽。